都是早上。都是早上。哎，不行，刚才起步是。啊，这个。啊！他要亏本，这样我把它买了，要买吧？你做什么？他来做发秀的。要跟他讲的工装嘛？多少的？可以啊，我那因为有他买，我跟他说一声嘛。做什么？多少？那要多少？我不知道。你要看到的。我还以为你现在就有现成的，就是。我看到厂的，我买不买的？哎，要是人家价格高一点嘛，啊？价格高一点，要是讲究嘛，别人来嘛，是不是？嗯，对。他要买了，很长的。有啊，多少年？价格特别高，价格肯定。你们搞好多，咱你们是不是讲？你们搞好多的。哎，这几个几个打的比方，像他这么长的头发，等于短发多少长啊？他们两代的吧？啊，他们几个？你问他们，他们的。不是。这好多的头发。不是。要是我这么长的头发，如果剪成短发，你们在他们那里剪头发多少钱啊？那有几百，有两三百。两三百，这个剪的短发。他大部分他大部分是老多的差不多他需要要不要买吗人家都花钱来理发你还叫别人卖卖啊都不讲你只要给人家价格合适高一点人家肯定会买上次来他们给他三倍好长我怕买过两次这个到第二天那就贵了吧是吧要三千多八千的五千啊，这样。你这要拍两张照片吧，才开始的两个杠子你要拍一下。还要拍吗？后面就绑到过快，今天两晚上。嗯，可以。结果没什么事要发行，你绑到过就行。绑一头绕腰。结果一起过来的。好钱。五元钱。不是结婚金。这两天我正好不是出差了，挣钱。就跟你去了。现在一定特别的小心。让你。这结婚的你。我跟你说，我结婚的你。我跟你说，我结婚的你。我跟你说，我结婚明天我们一起欢迎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爱你的建国。啊，我们这孩子有好多。这样。怎么走？怎么拍？一定要跟那边拍整齐哦，这样拍过来哦，这样，知道吗？那能？一定要这样拍整齐哦。他们那么大呀，这张。就是，我觉得有点大。杠子啊，啊，多大呀？那最小的了嘛。他们那边最小的，他们那不像我们要用的这种。啊？我们要用的比这还要小。做整齐就好看，确实。没事，你慢慢吃啊，快点。哎。陈军这张相可以做一个标准相，啊，啊，我弄了，这种冲击快压，上去量一下，量出来它就不对，比较好辨认，不会认错人。也不，你标志性的不容易认错。我的眼睛，你是拿了一个错过的味道吗？眼睛里面有什么嘛？另外，错过的，这里面偷偷是斜的，你要跟到过程斜的。层次打得有点高，打这个掉头。嗯，他想打水打，打比较水啊。水倒不是，层次掉得高。
我这个声音比较小一条。啊？有声音比较小。哪个？你这个。看不到就这个，就病得就这个毛病啊，就声音小。声音小是好事啊。你那不讲没有气势吗？这要什么气势？你声音太小了不舒服。打开。当当当，声音太小。对媳妇的孝顺全然感受，真是傻人有傻福啊。敢看他那婆婆是傻下去，可慧心姐能一直傻下去吗？现在我想给它弄成红色，就把保险丝弄个糖，那你弄个模特的糖保险丝嘛？啊，要的。啊，要的。真的？嗯，要的。那我刚才出来，我一说老少，你的模特儿滚了，他的头发呀，连指毛都插不进去了。你扎的专项头都扎不通的。不，你保险丝扎长还是就还是像这样缠吗？还是竖起缠？我是你不是原先就是这样的。啊？没有，我靠起。因为糖得住吗？你用不着吗？现在就是大卷的话，大卷了，嗯，大卷咋个好卷呢？不是，不就是很大的卷卷的，很大的卷，很清晰的那种呀。哟，吹呀，大概就是个顺道纹的，把它吹干绕一下出来，吹很深的很，它就卷。哪根头？啊、你把这个给砸起来，他拍张照，他过来走走吧。哪个相机？电话吧。让你来砸起来，他拍张照。哦。那夹着一夹就行。那刚才那个是谁的？快点弄啊！大家比较精神。可以可以。你就可以了吗？那几个昨天照片呢？下都下了噻，不然那要整呢？昨天照片下的好多吧？好多，起码是八个上。你们喜欢这些事？都是1000多噻。来的时候跟他说是1800。到了以后就给他签了。他就是想不花钱找人干，给他干，那家公司纯粹就是。你想台湾人的公司能去吗？就包括什么来的，像这富士康，这郭台铭这个王八蛋，对不对？没人告诉我。你说的他早上来过，那我不知道。你办公室那个花式他跟我说话，是昨天有人送我醉的。他是昨天告诉建国的。你想睡觉你就睡，肯定会想睡觉的，因为看完直接秒杀。你就睡，你没事。你就不管。不是口子吧？过来啊。口子吧。挺好。好，开都没开的，反正贴了半天。嗯，真的。你先去喽，待会儿。
你倒是说。当游客其实没有表达那么多，没有什么想搞点，我反正我想不配。充电。好像死人躺在这儿。哈哈哈。打死人家，打死人家。今天都那么漂亮，说人家是。还卖给人家用吗？哦，这哪做好？好、啊，因为你想嘛，看啊，我围着这块布黑色的。快去了，王姐。现在。我一想到要站在那上面做，那个撞的还要赔的，我一说。好。下面的草莓，好，谁的？我的，我的。嗯。是吧？那个红色的。他们那个有点肥，是吧？嗯。他用的是那种镜头。这张照白的。用颜色混的。这张照黑了。这种颜色就这样，清晰度放大给看了。我刚才跟他说了，我可以拆了。是可以拆，但是我们要照相。这种事森林人也说不清楚啊。很抽象，再给他一个，比如说建国，你老婆史战，这孩子早拿掉了，他不敢告诉你啊。现在要赖我头上，说我可以这回孩子没了，这不就行了？得了。我丈夫陪他去做的人流啊，你怎么不早说？我还要等多久啊？妈妈，我问了啊，等几分钟。我哪知道啊？我最害怕面对亲情了。老跟我说呀、啊，别插到别人家里的事，别管闲事，别管闲事。最后，看来以后要多跟我们看，多跟我们做。他们都认我怀孕了，都不认我。妈妈，我去跟你们走。嗯，就连输了啊。这个出来用那个蓝色封一下，漂亮的。不是、啊、他要剪那个种蓝色的短发。不，也要用先用的，也要先用的弹丝先把它封出来行。要先这个这长的。嗯，要做要大致看得见就可以了。其实最好不要闪光要好一点，不闪光才是最大的镜头，对啊。我不管你们谁先动的。不行，太黑了。你太近了，是不是弄得太近了？太近之后，那光闪光都没闪出来，已经被拍到了。没有闪光的，妈的，用手动感。你远一点，你闪的肯定就行，我觉得。嗯、你不要照镜子里面，就照他。等会我把它翻过来，你再照正面就行。先把我说完了。都不一样。这不行，这不行，再把它再高一点。把镜子拉开一点，我挡着嘛。啊，我往下来，我省得省。啊，那是这样。上完了。好好好 ，OK。你们到时候下水锅来了吗？要的。啊，给你照两张。好的。你照完了吗？哎呦。咱家是有点冷了啊。现在拍这个还是有点冷了。所以都没敢换衣服啊，穿了这么多球。我们是工作室里面有那个，你看，空调也不晒。那个咋不直热？我觉得你现在是直热的嘛。就了，不加没加。你们回心啊，要嗯。还是暂时。我没用指甲刷。稍微扯几针啊。嗯嗯。
我是不觉得现在才发觉哈，老了啊，嗯，感觉他们你看起来还没老没得睡，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哎呀，我们都没发觉现在二十二三岁现在有那么大的人了啊，而且人家现在都是马上是两千年后的就已经出已经走上前台了，你更是，你想嘛，二零后的现在都已经是十哦没点才十。退银行去了，偷菜去了，我偷菜去了，不偷菜了，现在都不偷菜了，你早就过了偷菜了，现在他眼睛跟你不一样了，你现在正偷菜，他五六年前就把菜偷过了，就是没得五六年前，在那儿有五六年，两三年前有没有五六十斤嘛，你那个我有两三年前就偷过了，我们就是两三年前半夜三更睡到半夜三都要去偷菜的。现在不用了吧？不用半夜三更起来了，现在。不用，现在偷都不得偷了。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嗯，就是。当时偷菜的时候，人家说是哄你。哎，经常为了这个离婚的都多得很，好不好？真的半夜三更爬起来，多得很，恼火得很，然后就吵架，为了这个。哦，就是他们不是那个庐山的啊，那个简历啊，还不是简历打打麻将嘛，就做做茶馆嘛。他五六千就没得了，他算了，这个做不起，那个做得起哟，还是。好，走吧，该成交，公权。真的。啊、你要从下往上拍，蹲下去。我啥子我来弄的嘛。你不想说？我这辈子还有。墙面上站的哎呀，找不到，赶快去找两张。